建哥吼，啊，你都诶几岁发的看？啊，不是，啊，你嘛介绍几岁和国小的？哎，伊用过来赛。今仔是拢要来问马国贤的代志。哦，无来。对啊。访问到 murmur 也是蛮得杀的。他的主持经历五是五次还是五次？没有五次什么？那没有过啊。对，但是这种最可怕，乱拳那是打死老师傅啊！你要接招啊！那他完全不知道，他第一次主持就主持到他冲出来没有？冲他冲出来！音乐音乐。马妈妈，哎，你好，爱你，爱你，妈妈，爱你，爱你，很开心来参加 Alan Show， 好像，哎呦，还蛮像 Alan， 白头发 ，Alan Show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因为2019开始，我心情很那个不足，心情不足了，因为过年快到，我儿子又没有娶到老婆，哎呦，又是，那你因为你的经历这么丰富，好，孩子这么多个，经历这么丰富。介绍几个和国小的嘛，无我结一摆。是啦，介绍袂使，迄伊用过来使。有朋友啦，朋友啦，朋友朋友，讲收紧啦，开始。啊，请问先哥你几岁的？不是，你是要来主持，你不是要来问神的？没啊，来个的马丽亚。对啊，问你儿子的婚姻。因为哪里个摆？第一次子，第一次的，是。那你也知道，第一次都是紧张刺激嘛。刺激哦，哎呦，哎，没拍啊，哎，没拍球，你没拍球呢。Give me five， 我喝球啦。你比国贤哥还喝球呢。起码要 give me five，give me five。你别冲了。就是你给我一个五，给我一个五，给他一个巴掌，又来击掌了。比利派，啊，比利高高派，比利高高派，比利派。你知道我干什么？我先跟比利派，我超级开心的，啊，很开心。干不呐？哎，阿丽这部做几年啊？哈，今天头一集，头一集啦，三分钟了啦，首集大来宾，第一集，很开心上你的节目，哎，先哥吼，阿丽都哎几岁发的话，啊，不是，这种 style 很厉害哦。先讲错，不是，太紧张了。几岁毛长齐了？不是 ，Farmer， 你几岁开始交女朋友？哦，初恋呐，初恋大概16、17那一年。你有了加扎秋啦。哦，妈妈，你恭维去，没有，你去点头发。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是新航楼新地购，我们也搞不清楚什么 puppy love。哈皮乐，小狗的爱，两小无猜那种感觉，哎，但不会想到你是公立拢演纯情派呀，纯情派，那那个时候我们双方面都不会啊，是呀，资讯也比较少，还有问题吗？我第二个问题哈，慢慢问，对。马国贤以前是被票选为转台王，你今仔是拢要来问马国贤的代志？啊，你也问我的代志啊？你我什么时候要开演唱会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五月份啊。几哪一天？你的特别来宾不是我吗？几天？哪一天？几号？5月18号嘛。对哦。有哎。1858。你讲要请我去，我讲我请你去那是礼貌。场面话，等你记的，我刚刚唔敢袂记，真走心呢。你去高雄，你就六合夜市去走一走就好。宪哥，你安尼就无意思咧，无意思。无猜你刚刚阮囝咧，我是无法度啦，生你生袂过，因为你太红咧，阮囝无啊，阮若有一个像你这红的囝，我就免个半暝啊，即马半暝啊咧，搁到来到处。红孩儿，红孩儿，哎呀，一时啊尔啦，皮肤姐就贵啊，皮肤姐就贵啊，因为有这转台网，搁找无女朋友啦。是哦。啊，我即马要好好啊，跟你。叫伊来甲你学一下，看会通加赚一寡钱未？卖我安尼，逐工烦恼啦。哦。你看烦恼到逐几个拢捏捏去啊！你看。哦，无啦，对啊。
没有，你遇到瓶颈了，你要安慰他，你对啊，访问到 murmur 也是很害怕，不会啊，你看起来好年轻哦。对了，对对对，补一点，补一点那种，多四十不得了吧？嗯，慢的啦，你安尼搞亏我，四十年次，你要再去我都不爱吃饭啊，四十年次了，四十年次有一点，对对，差不多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，哎呦哎呦，哦，你。你刚刚不是讲要搁搁迄落开一个节目是要算命的？两位有办法？我把它处理过去。不然你假装跌倒吧。安全。轩哥，你是不是要吃水果？我不想要按到。跌倒，我们讲水果。有事情还没问完你。轩哥，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。你赶快吃凤梨。凤梨。凤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你2019旺旺来。嗯。我讲苹果。苹果，苹果，吃苹果。哦，你日大家拢平安。哦，还要吃什么？还要吃什么？麦克风要吃麦克风。金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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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招财。小蛋，小蛋。他咋笑？甚至我吃一项，我家孙大讲有哦。贵蕉，贵蕉，金蕉嘛。这种含义的，好含义啊。你吃桂枝，看好了，你已经惊着呀，唔免吃桂枝啦，来吃金蕉啦，金蕉，招财啦，招财，招财。哦，要来问第三条啊！我是讲敬老尊贤，对啦，嘿，我进来。我先问，小哥，我小姐，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小哥姐，小哥姐，小姐，免紧张啦。送客，谢谢妈妈来。妈妈，小姐姐，时间到了。你全部要小姐啊！小姐姐，我你小姐姐啊。